咱家己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小心细腻。来看捷运站台北小巨蛋这站，就逼出性侵的案件。有一个姓蔡的查甫人，伊烫光光臂伫个查甫便所，唔呐偷看人便所，佮爬过这便所间，想要性侵害这查甫民众。加在是无予伊安怎着？进前法院有佮伊判刑三年六个月。现代妇女基金会是建议讲，这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就要强化事先的预防措施。捷运站的人来来去去，坐车呐，雄雄想要放尿，也有公共便所。不过，捷运台北小巨蛋站发生一件性侵案，一位姓蔡的男性烫白体，秘伫查某便所偷看内底查某，佮搬过几间，拍向被害者，想要佮伊性侵。当然，如果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就会害怕，可能要什么保全人员啊加强。你就上厕所会有恐惧感，对那个女性没有安全。嗯。应该要加强管理。在阮公共便所发生性侵，真侪人拢感觉真惊吓。专案经过法院审理，虽帮嫌犯证供，伊是熊熊伤着，天气热才会烫白体。不过合议庭是无采信，唔呐害被害者真侪所在受伤，心理冲击甲惊吓也是真歹想象。更加因为安尼造成社会大众的惊吓，伊是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判三年六个月。在绿线的部分，我们都会编排一个。巡逻线，那在南京复兴站会编排一个守望点，分别有编排两小时或四小时的勤务。第二个在公共场所犯案，民众在外口便所是未安心。捷运警察强调讲，巡逻的勤务拢有尽职安排。台北捷运干那讲，只要发现奇怪状况，通报警方处理。面对这个案件，无正式的回应。有没有在？人烟比较稀少的时段加强巡逻，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捷运的这个监控人员，他们可以去密集的去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有没有什么异状发生？拄到这款的情形，被害者是要安怎自救？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，要大声喊救命，轻轻扬扬制造声音，尽量收集证据，也建议公共场合的管理者强化监控、巡检等等的安全管理。事后的补救永远是比不过较周至的事前预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